除了看电视的功夫之外，你还有什么特别的功夫？我会吃鸡腿。吃鸡腿，吃鸡腿啊！鸡腿看电视。哦、看电视和吃鸡腿里面，你更喜欢哪一样？边看电视边吃鸡腿。哎呀，今天蛋蛋，我要上春晚的舞台，你能圆我一次武生梦吗？能。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几年了？我一出生就离开了我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是很爱你的，他们也是为了让这个家过得更好。所以说呢，我想请小朋友们也能够理解你们的父母。有实力，不怕比。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家电零售领航企业国美电器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大型互动综艺栏目《我要上春晚》，掌声有请本期评审。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绿泡泡，著名歌手周艳鹏。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我要上春晚》少儿专场。今天呢，会有很多小朋友为我们带来他们精彩的表演。当然了，因为是少儿专场，所以我们的投票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节目非常好，将会投出的是红花；我们认为还有待提高，投出的是蓝花。当然了，获得2朵以上红花的小朋友，就离我们的春晚更近了一步。所以，首先让我们大家用掌声鼓励我们今晚所有的小朋友。有请第一组选手闪亮登场。你们6位小朋友是从哪里来的呀？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大家好，我们是新阿邦 Baby Angel， 我叫什么？你叫？我叫李臭美。李臭美，果然是啊，一臭美，这个话筒都忘了对着自己啊，光臭美都忘了介绍自己、啊。对，臭美都已经超越了语言的状态了。对。下面一位，大家好，我叫鲁先生，今年6岁了。你姓什么呢？你的大名叫什么？鲁毅啊，所以叫鲁先生。这样子。大家好，我叫福华，今年6岁半了。大家好，我叫菲菲，今年我4岁了。你是男孩女孩？男孩。哎呀，看不出来，真好看。大家好，我叫裘秀珍，我6岁了。还有一位呢，最后一位。大家好，我叫孙悟空，小名孙老文。真的，孙悟空啊？嗯。你孙悟空啊？孙悟空是你的外号吧？是吧？你是姓孙吗？还是真的叫孙悟空？姓孙。那你们今天给我们带来是什么表演呢？街舞快乐宝贝。街舞快乐宝贝。你们6个人，我们一看就已经很快乐了。我想跳起来就会更加的快乐，是吗？是。好，进行表演吧。金钱看齐，墙上写着金项链的32岁了，转个当朝驸马郎的气质王啊，满皇上的回2岁了，转个当朝。金钱看齐，墙上写着金项链的32岁了，转个当朝驸马郎的气质王啊，满皇上的回2岁了，转个当朝。金钱看齐，墙上写着金项链的32岁了，转个当朝驸马郎的气质王啊，满皇上的回2岁了，转个当朝。金钱看齐，这是八九八。金钱看齐。gentlemen。哎呀，这个节目我觉得非常的好看，而且呢，有点出乎意料啊，和这个平时看到的少儿街舞不太一样，融入了这个京剧的元素。虽然说我本人对舞蹈、戏曲都不在行，但是我觉得呢，这种融合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让小朋友能够对各种这个艺术门类啊有一个总体的一个接纳，我觉得挺好。而且我觉得它这结尾的设计挺出人意料的。对呀，这个肚皮。很有意思，你最后这个肚皮能再让我看看？对，我们没看清楚那图案是什么图案。来，把肚子掀开来，还就你的肚子能画得下。哇！哦，这么一个可爱的脸。别盖着呀，别盖着呀！对对对。我一开始以为是个6人舞，到结束的时候我才明白是个7人舞。7人舞，没错没错。哎，既然你的肚皮上画了一个小朋友是吧？你看画的这么好，这么精致，就刚才露那么一下，太浪费了。有没有办法让你肚皮上的小朋友也表演起来？可能会给你们加分。哇，有这么本事！让他做出不同的表情，可以试试吗？是吗？来个高兴。你看呢？哇，还真是哎！不错不错，掌声送给他啊！那这个平时你们除了练这个舞蹈之外，如果是因为是街舞类的，就是一般来讲会有即兴的表演。如果给你们一段音乐，你们能不能最快速度的反应出来？能吗？我们试一下好不好？好，哪位接受挑战？都接受，好，来，我们准备考验一下啊！开音乐，哎呦，6点钟。这样，豆豆，对，蛮了不得的了。我觉得他们一跳舞，这个我们这位站在第一个，这个4岁的这位叫什么？菲菲啊，菲菲啊，你跳舞跳得很不错。对，下次要记住一点呢，跳舞激动的时候，舌头不要跟着跳舞。对。你知道吗？你现在一跳舞一激动的，这个舌头是往这边右边这样。豆豆，我也有这个毛病哎！我以前学舞蹈，最早是沙宝亮教我跳舞蹈，我一跳我就会对像他一样，一投入一使劲。对呀，这舌头脸就有点张牙舞爪的，就要嘴要使劲。跟着一块使劲啊！不使劲好像就不对。所以跳舞有时候不单单是教会你怎么去运用肢体，其实是对你肢体最怎么说精准的一种控制，就是这样啊。但是还好了，你现在4岁就跳成这样，真的4岁我跑步还跑不好呢，你已经跳得这么好了。我刚想问，就是豆豆你4岁就跟菲菲比起来，对呀，怎样？他有点像你小时候长得。我觉得他比我小时候长得帅多了。跳舞我是外行，我觉得已经是对我而言，我觉得你们都很棒了。谢谢，我要给你们红花。谢谢。在这里，绿泡泡给你们一朵兰花，继续加油，加油。好，我觉得你们的表演很好，但是从春晚的角度来讲。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提高，所以谢谢你们的表演，继续努力。我给的是兰花。后摆，你觉得今天你发挥怎么样啊？还可以吧。觉得英文好吗？没有。那你觉得培养说的对吗？对。 前的观众朋友可以通过扫描“我要上春晚”二维码参与互动，幸运观众将有机会获得由国美在线提供的32寸液晶电视。有请下一组选手闪亮登场。两位，瞧你们这个装束，我们就知道你们要表演的是国粹，对吗？对。好，首先请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哥哥，我叫孙超，今年11岁了，来自天津华夏未来少儿京剧艺术团。好，我是弟弟，我叫董德佳，今年10岁了，也来自华夏未来少儿京剧艺术团。 好，谢谢。你们要演的是三岔口吗？对。好，有请。这两位我知道啊，在这个少儿戏曲界应该是小有名气了啊，获过一些奖，对不对啊？对。给我们介绍介绍吧。我们俩获过中国戏曲小梅花金奖。哇，非常棒！我们建议大家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金奖啊，梅花奖啊，非常的厉害。我们知道戏曲这个。 学习需要这个非常用功啊，从小就要打下这个深厚的基础，每天练功应该是非常辛苦。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基本功就是拿大饼，对，是吗？倒立啊，这方面特别辛苦，特别辛苦吧？这个拿大饼，你们俩谁拿得好？谁坚持？你拿得好，坚持时间长是吗？对。一般能坚持多长时间？我坚持20分钟。 20分钟啊！我就只能坚持15分钟。哇，哎呀，很诚实啊，很了不得了。平时谁监督你们啊？我们的妈妈，我妈妈就是有的时候拿一块表，然后我们上倒立的时候，比如说那个表上现在已经是10分钟了，但我妈妈就非得说现在才刚7分钟，有的时候都已经2分钟，我妈妈说，哎，再等等，现在才刚15分钟。哦，虚报时间是吧？嗯，对，但是这样的话，就是他就这样才能就是使我们就是倒立就是时间都比别人强。哦，这个妈妈也是用心良苦，对不对啊？嗯，所以才造就了我们今天啊。虽然年龄不大，但是刚才在舞台上表演，我们看了非常的成熟，基本功非常的扎实啊。咱们说回刚才他们主要的这个表演的三岔口那一段，嗯，作为舞戏的代表的剧目，其实我觉得两位小演员不单单是自己的功夫好，比如说一招一式、飞脚、前滚翻、对打、出手，都完成的非常好。但是看这出戏，最关键的除了以上的部分之外，还要看他们的表演，因为咱们知道京剧的表演，它里面很重要的一点的艺术特性就是虚拟性，在一个有限的舞台空间里面去表现无限空间的可能。比如说三岔口，它就是在一个完全灯火通亮的环境里面去表现黑暗中的场景，而我们观众可以通过这个演员的一举一动、一个眼神、一个招式、那个步法的探、手的摸、眼睛的侧，你能感觉到这就是完全在黑暗中发生的事件，所以他们两个的功力是非常的了得，非常厉害，非常厉害。但是我觉得啊，还有一点，豆豆老师也非常了得，因为他点评这个戏曲的功力也非常了得。不，我是什么呢？不，因为我是学中国的传统舞蹈。对。其实咱们中国的传统舞蹈呢，很多地方是从戏曲中的武戏和武术里面吸取了很多的营养发挥出来的啊。哦，那我觉得。那既然说到这里了，这个光说不练不行啊。对。咱们观众朋友们，你们想不想在今天我要上春晚的舞台上看一看黄豆豆老师的舞蹈和小朋友的京剧来一次激烈的碰撞，怎么样？怎么样，豆豆老师？舞蹈演员表演的时候需要穿比较宽松的衣服，我今天穿的是西装，谢谢大家的掌声。下次。他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大家掌声不热烈，他是不会上去的。是的。咱们再一次热烈持久的掌声，有请黄豆豆老师。绿袍帽小朋友啊，请不要在边上捣乱，请黄豆豆小朋友上台吧。黄豆豆小朋友，现在勇敢的上去吧。对，来。绿袍帽小朋友，请替我更衣。好的。好好表现啊！好好表现，加油加油！举大红花啊！哎，我也没想到今天会叫我上台，天气这么热，你看西装一脱，里面半截袖都给露出来了。啊，这样啊，这个我说的中国的传统舞蹈，从戏曲里面吸收了很多的养料，比如说有的动作我们从长靠武生，就是这个大武生。吸取了沉稳，比如说好，比如说从这个短打武生上面学会了如何去洒脱，比如说从猴戏演员身上学会怎么样灵动，动头，太厉害了，太。那么三岔口呢？我小时候想学的时候，我就特别跟老师说：“老师，我想学武生的动作。”老师跟我说：“黄豆豆，你个儿那么矮，腿那么短，你只能学。”武丑的动作。今天站在我要上春晚的舞台，你能圆我一次武生梦吗？能。好，老师能。那我就跟他搭档一下好吗？好，来，最后那一下我们下岔好吗？好，最后那，好吧？好，这样我用比较偏舞蹈的风格。和我们的京剧演员一起合作几个动作啊，来吧，走，好，音乐来一点儿。哦。站着，走，下操！哦，怎么办？真吵！来，上来，帮我一把。还动了！假装的。谢谢，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很棒，很棒。曾超，你的表情好。 怎么了？你跟我说说你的表情什么意思？是甘拜下风吗？不是、哦，什么意思？刚才这一劈叉，哦、妈呀，妈呀，屁股墩儿掉下去了。啊、结果呢，最后还把黄豆豆老师给拉起来，我们俩都没拉动，太重了。啊、真的、啊？瞧瞧你，太重了。那还好，你拉的是他。下盘沉稳。还好，你要拉的是绿泡泡，你拉都拉不起来，我跟你说。 我带着跟你们刚刚演出完的热情，首先送花。我觉得戏曲的传承需要有志气的男儿为他付出一生的努力。你们现在年纪还小，能完成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把我们的国粹发扬的更加的。 精彩，我给的是红花。谢谢。啊，哎呀，其实今天整场节目看下来啊，我非常的纠结。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作为少儿类的这个才艺节目来讲，都很出色。如果是我们少儿频道来选节目的话，这些节目肯定全部都通过。但是呢，我觉得有点不公平，因为我要上春晚的舞台是和大人一起来比。 这个对孩子来说其实难度非常大的，而且呢，我在这里也恳请咱们春晚的总导演能够适当的加大一些给我们少儿节目的这种比重。对，一般好像也就是2个节目左右。哎，做一个呼吁，能有更多啊这样有才华的小朋友登上春晚的舞台。但是呢，不管怎样，我今天的这个评判的标准必须是要以春晚的要求，能够。 符合春晚这个舞台的氛围、特点、艺术品味要求、大众的口味等等，来作为一个评定的标准，而且呢还要和大人比，因为我们春晚上的戏曲节目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如果想登上春晚的舞台，也就是说你们甚至要比大人更加的出彩才可以。所以基于这种考虑呢，请允许我做出非常冷静的判断。对你们的表演，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你们是金奖的得主。但是呢。 作为上春晚舞台，我想我还要把这个悬念留给艳红姐，所以我给出的是兰花，谢谢，加油！哎呀，这个好像就在我这边了，是吧？作为我个人而言，因为我是非常热爱戏剧的，戏曲表演的，然后我也是特别希望。 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这个学戏曲的行列当中来，因为这是中国的这个国粹啊，不能丢失。所以我确实很纠结，而且我觉得你们俩的小小年纪能学到这样，确实已经很不容易了。这我是投还不投呢？红花呢，还是兰花呢？其实大家还真是蛮喜欢这个节目的，蛮喜欢的。就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啊。 啊、哦，但是呢，确实作为春晚的舞台啊，可能确实是对于这个小朋友这个节目啊，就从这个角度而言，可能他们要求会更高一点。我支持你们，但是作为站在春晚这个角度呢，我个人觉得可能有一定的难度。那需要我们2个小朋友呢，未来的日子里面，可能在舞台形式上面再做一些调整，是不是可以多一些，更多的丰富一下这个元素啊？或者人可以更多一点，就类似这样一些建议。 所以我今天还是觉得很抱歉哦，我给你们的虽然是兰花，但是我要向你们老师还有你们表示最深的敬意，希望你们能坚持把戏曲学习到底，继续加油，谢谢，继续加油。好，谢谢你们2位来到我要上春晚，谢谢，谢谢，谢谢这个评委老师跟我互动，让我们就是和评委。多互动了一些，就给我们多增加了一些经验。我们就是会继续努力的，下次我们再来的时候，就绝对会胜利。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欢迎登录 CNTV 我要上春晚官网，预测本期晋级选手谁将在春晚争霸赛中胜出。每期抽取的2000名幸运观众，他们将获得由国美在线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1等奖商务便携超级本电脑1台。同时，年终将共抽取30位幸运观众，每人获赠由国美在线提供的价值1万元快乐网购体验现金券一份。有请下一组选手闪亮登场。选手，你进来的步伐就跟您的音色一样轻盈，像飘进来的。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各位评论老师，大家好，我叫张许超，我来自山东省临沂市林树县，我今年11岁了。哇，那你今天带来是怎么样的表演呢？下面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大地飞歌》。哇塞，这个下面这边一片叫好声啊，也是属于一个还是蛮意外的啊，一个男孩声音跟女生一样。哎，那个您自己把你这个唱法定义为是童声呢，还算是民族唱法呢？我认为我的唱法应该是童声民族混合版吧。哎呦，混搭。对。哎呀，最流行的这个是。其实你在唱的时候，我忽然在想，如果你要是扮上呢，啊，像李玉刚一样扮上，以后如果有可能，你可以扮上试试看。啊，好，可能会更惊喜。但是我特别想提醒您，就是说是因为很快就到变声期了。对。你现在11岁、13岁，很快了。变声期的时候，一定要千万要保护嗓子。好。因为我想你是嗓子天生就很好，是吧？是的。啊，所以可能本身就很清亮、很高。那如果变声期的话，因为刚刚这个声音啊跨度太大了，这歌，所以要回嗓子就很麻烦了。好，要保护好哈。谢谢老师。我想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还想不想再听他来一段？还想？那这样，我给你假定一个情景啊，你看你那么肯定很想上春晚，对不对？对对。又很喜欢宋祖英阿姨的歌曲，对不对？是的。如果真的给你一个机会上了春晚，因为宋祖英阿姨上过很多届的春晚，那么在春晚上演唱一首她的歌曲，如果给你设定这样一个问题的话，你会选择演唱哪首歌曲？我会选择《好运来》这一首歌。好运来。对。因为站在春晚的舞台上嘛，唱歌给全国的观众听，所以希望那些观众朋友们每年都能交到好的运气，年年都能赚大钱。太可爱了啊！赚大钱呢。非常吉祥的一首歌曲。那好，现在就把它当做春晚的舞台。好运来送给大家，好不好？好。好。嗯。我们这轮就依次送花，好吗？好的。好，从我的感觉来讲，我觉得你的嗓音条件非常好，而且呢，乐感很好，节奏感也很好。那么我甚至闭上眼睛听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这个表演潜质和天赋的这么一个歌手啊。但是现在的问题呢，如果我睁开眼睛的话，我会觉得你的模仿的痕迹太重了。 从整个体态，从头，从眼神到你这个目光的方向，太多的去模仿你电视里看到的那些阿姨的表演了。所以我想你现在还小，不要过多的停留在模仿上面，要唱出自己的真实的一种情感和风格，好吗？好。今天的表演我给你的是红花。谢谢。 太棒了啊！针对今天的表演来讲，刚才歌曲的演唱啊，我觉得还是非常出色的，所以我要给出的也是一朵红花。谢谢。啊，那我们三个人呢，因为就我是歌手哈，所以可能相对而言我的要求稍微高一点点啊。我特别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啊，如果有机会，就是真的可以去挑战一些不同风格的，而不是全是这些女民歌唱家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这样可以让大家看到你的不同的风格的一个表现，好吗？好。但是你的声音条件确实是非常难得的好，确实是一只百灵鸟，所以呢，我给你的分也是红花。谢谢大家，继续加油啊！好，我会的。好，祝贺你离春晚又近了一步，3朵红花。谢谢。 收看的是由家电零售领航企业国美电器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大型互动综艺栏目《我要上春晚》，有请下一组选手闪亮登场。 太棒了！你们这个入场设计简直是太有创意了。我想问一下，你们三位的尊姓大名啊，何方神圣？大家好，我们是三宝组合，我是大宝，我叫长江，今年7岁。你们不要记错，我叫邱长江，不叫潘长江，我来自河南开封。我是二宝，我叫黄河，今年6岁了。 大家好，我是三宝，我叫邱敖韵，我是奥运会的敖韵，今年4岁了。我是跟我哥哥一起来的。哇，太可爱了。他们三个今天这个装束啊很有意思。你看这个，我们看到有很多是奥特曼吗？对，动画片里的人物有超人、奥特曼，哦、还有这个咱们国宝类似于功夫熊猫。对，啊，我不知道穿成这样，他们今天到底是来干嘛来了？要表演？三位超级英雄，动漫里的超级英雄都到齐了，所以我们期待你们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精彩表演。开始吧。 豆豆，太好玩了！太好玩了！你知道那个最小的这4岁的奥运啊，你太有意思了。没错。我也在想，总有你的参与吧？你要做什么呢？对呀。我从头等到尾，原来就是属于鼓鼓掌，地上总算翻了个跟斗啊。对，最后闻了一下臭脚丫啊，还是有参与感的啊。我正好问问你，你觉得在你心目当中什么是英雄？英雄是纯爷们儿。哦。 压根儿不能成为英雄啊！你觉得你和哥哥比，谁更符合这个英雄的标准？谁更像？你为什么？为什么？功夫熊猫。哦。纯爷们儿。纯爷们儿。还是纯爷们儿。他们两位是不是纯爷们儿？是吗？哥哥是纯爷们吗？奥特曼和超人是纯爷们吗？ 是的，也是的，都是英雄啊！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刚才表演当中可能是大哥二哥主要是主力啊，对。但是有了小宝宝呢，我觉得倒挺好，增添了这个节目的童真童趣。我觉得最后那个反而是一个点睛之笔。专业方面，我们听听豆豆老师和年红姐啊，再来点评一下啊。那个豆豆，我先问一下，两个哥哥什么时候开始练杂技的呀？我是3岁开始练杂技。3岁开始练，这位黄河呢？ 我是2岁。2岁，那为什么奥运你现在还只会打酱油呢？奥运你开始练杂技了吗？没。没，为什么没呀？你是纯爷们，为什么不练杂技呀？不跟哥哥一样去练一练呀？我会看电视。哦，你会看电视，明白了，明白了。 啊，豆豆，您觉得两个哥哥练得怎么样杂技？其实咱们这样说，虽然说这个叫什么联盟，你们叫英雄联盟。英雄联盟一般来讲，联盟啊，2个人呢叫组合，3个人或3个人以上叫联盟。所以呢，刚才从2个人的对手顶来看呢，我觉得质量是很不错的，因为他们2个人，他有的动作他完成的很轻松，而且他们有一种表演的状态。他的那个造型，比如说一开始举起来还是飞那个，完全是跟超人的那个标志性的造型是一样的，是吻合的。所以它是有设计感的。对，而且里面有一个动作应该是黄河完成的，就是大家看上去很简单，其实那个动作要完成是很难，就是我们吊小翻，但是腿不着地直接接到倒立，就那一下。 完成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能再单独来一下吗？来一下啊，来，来，好。哦，对，很稳。就是说我们不要看他能不能完成，关键是他完成的非常轻松，嗯，这是很不容易的啊。好，另外呢，有一个类似于这个胜利的那个感觉也很好，这个是黄河是这样，长江是这样。 啊，也有一种胜利的预示，有动漫精神在里面。唯一我觉得不足的就是这个功夫熊猫，打酱油的，就是你真的是就看见熊猫没看到功夫。这个，我这样吧，你刚才说你喜欢看电视，除了看电视的功夫之外，你还有什么特别的功夫？你除了会翻跟斗还有吗？啊？什么？什么？我会吃鸡腿。吃鸡腿，吃鸡腿。腿看电视。 看电视和吃鸡腿里面，你更喜欢哪一样？我边看电视边吃鸡腿。哎呦，这个回答好！你这个很聪明啊！我觉得他的功夫是嘴上功夫，对，也是功夫，好棒！我觉得这样吧，就是因为确实是，如果是让我们从这个英雄联盟的角度来讲，刚才那个节目不够完整。虽然你的表演很萌。 很可爱，但是处于一种打酱油的状态。嗯，所以呢，如果给你们一个附加的环节，能不能表演点其他的，稍微给你们自己再加点分？还有其他的节目可以给我们一点惊喜吗？有吗？有吗？奥运有啊。嗯、那行，掌声来鼓励一下。太棒了！小熊猫，这个哥真的太棒了！不，就是不单单是两个人的专桶棒，我觉得这次这个我们的老三熊猫他的表演让我感动，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这个叫专桶表演。如果没有他这样抱着一个桶，弱小的身躯，那么远的距离抱着桶，脸上那个表情就已经很吃力了。哎，对。啊，坚韧不拔，一步一步的冲上来，把这个桶给他，在边上一直在拍的手，最后终于在音乐的最后那个节口上上来一个造型，唰。让我感觉到你在这个节目中是那么的不可或缺呀，功不可没呀！哎，这一轮我觉得两个哥哥表现真的好精彩哦。是，我觉得他们才多大呀？对，超过了他们第一轮的表演吧。是的，难度也高了，而且配合的真的完美无缺呀。真的。哎呀，好吧，我觉得我们就可以送花了。送花吧。这次我想踊跃报名，我先送。你先来。好吧。你们是哪里来的？开封。河南开封。我觉得你们的表演啊，走。我个人认为，作为你们今天的表演来讲，是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祝贺你们！谢谢。哎呀，那我就什么都不用说了啊！我这个其实我这个花举起来也有，还是有奥运纯爷们有你的一份哦。啊、哦！来，送给你们一朵大红花，谢谢，加油，恭喜！祝贺我们的英雄联盟获得3朵红花，你们离春晚的舞台又近了一步，祝贺！请问今天这个发挥怎么样？很好，很好。那你不用太高兴，我给你加点。爸爸妈妈，我们今天晋级了，我们特别喜欢逛大超市，能不能带我们去逛一下？我的愿望就像过年的时候我们还能来一次，希望我爸爸妈妈都能看到我。我想吃鸡腿儿，爸爸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带我吃一顿鸡腿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通过扫描“我要上春晚”二维码参与互动，幸运观众将有机会获得由国美在线提供的32寸液晶电视。有请下一组选手闪亮登场。目前为止，这个人数最众多的一组啊，这个身材和这个年龄差距也比较大。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吧。我们是来自广东省中山市17区体育路学校，我们这里有1年级的、2年级的、4年级的、5年级的、6年级的，我们还有2个初1的。那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舞蹈。我们这个舞蹈呢，要表现的是一群留守儿童在春节快到的时候，在火车站盼望爸爸妈妈回家团圆的故事。哦，好，那就请开始你们的表演。广州开来的农民工专列即将到达本站，请接站的亲友做好准备。不容易啊！初一的人就开始演父母了啊，我觉得演得非常好，你们很投入啊，把自己的情感都带入在这个作品和角色的演绎里面。就是我想问，你们这个是你们读到课文还是报纸的文章，还是身边听说有这样的故事？这个其实我们都是曾经的留守儿童。啊，你们自己就是曾经的留守儿童是吗？对。哦，就是你们把自己的故事是老师给你们编排成这个舞蹈吗？嗯。哦，所以还是非常感人，很有自己的这个，从情感上来讲是很饱满的啊。嗯。我特别喜欢你们。其实以前我们都喜欢跳舞，但是因为我们都是在电视上看别人跳。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能跳舞，然后因为出去，出去学跳舞要花很多钱，但是我们就是真的没想到能够跳舞，然后不知不觉我们走上了那么多舞台。非常的好，说实话我都很惊讶，就你们每一个，包括那么小的小朋友，在台上能够表演的那么好，真的很惊讶。我可以问问这个舞蹈大概学了多少时间吗？我们是从2012年的时候开始编排的，然后是就去年2月份开始拍。嗯，真的好棒啊！我想问问这个舞蹈是你们的学校的老师给你们编排的吗？不是，是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的朱东黎教授，他义务帮我们培训编排的。哦，真的好了不起！今天老师有来吗？来了。那我们可以请他上来吗？来，我们掌声有请。老师您好，老师好，老师您好，我首先代表大家向您表示深深的敬意，因为我觉得真的留守儿童现在目前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特别需要我们的关爱，尤其是老师的关爱，因为你会胜过父母对他们的帮助。请您跟我们讲讲跟他们的交流好吗？我讲一讲我这个舞蹈编导的初衷。我想，我有一个想法在我心里边慢慢的生长，我想带着我的大学生志愿者和我一起义务去帮助这些孩子。我当时就找到了中山市石渠区文体教育局的领导，联系到了我们石渠区外来务工打工这个子弟学校的罗坚红校长、张维校长，我们达成了共识，我们想共同为这些曾经的留守儿童、现在的流动儿童，为他们搭建一个艺术的平台，来实现他们的艺术梦、表演梦、舞蹈梦。也特别感谢我要上春晚的栏目，给孩子们搭建这个平台，让他们有了上春晚的希望，有了登上春晚舞台的实现这个梦想的希望。我特别感谢。然后呢，我也想借这个舞蹈呼吁社会上更多的爱心人士去关心、去关注我们中国的流动儿童、留守儿童。谢谢，谢谢。老师，您说的太好了。对。允许我多言一句，您刚刚真的说到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留守儿童它引起了很多社会的问题，包括您刚刚之所以会创作这个舞蹈，是源于这么一个原因，所以。其实上春晚我觉得意义可能还是其次，更重要的是您通过音乐、通过舞蹈这样的力量、艺术的力量，给孩子们做了一个心理援建，这个可能是当下最重要的。所以在此代表大家谢谢老师，也希望更多人向您学习，来帮助他们。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我想问一问啊，在前排有几个小男孩儿，年龄都不大，你也是留守儿童吗？这个最小的孩子也一直在流眼泪。对，你们说说，哎呦，真的好感人。你们说说，你多大啦？多大？几岁了？我8岁半了。哦，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几年了？你就是自己在家几年了？没关系，对着麦克讲。我一直出生就离开了我的爸爸妈妈，跟我的爷爷奶奶生活在老家。到4岁的时候，我见了他们的一面。我见到他们，好像觉得他不是我的爸爸妈妈，是个陌生人，我就没有理他们。后来他们慢慢的保护我，关心我，我才真正的意识到他们真的是我的爸爸妈妈。我想告诉你的是啊，也许首先我们不要哭，擦干眼泪，因为呢有很多像这个朱阿姨这样啊，热心关注你们的大人朋友，包括小朋友，他们都是你们坚强的后盾，所以我们不要怕。另外呢，我想告诉你呢，爸爸妈妈是很爱你的，他们也是为了让这个家过得更好，创造更好的条件。暂时的离别并不代表他们不爱你们，所以说呢，我想请小朋友们也能够理解你们的父母，因为他们比其他的普通的父母可能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劳动，所以呢，一定请你理解他们。随着这个时间的推进，社会各界对你们的关爱会越来越多，也请你们一定要理解你们的爸爸妈妈，因为只有他们才是最爱你们的人，知道了吗？加油！那么谢谢你们的表演，下面我们就开始送花了，好吗？好。好，我们请绿泡泡评委先送花。刚才呢，你们的舞蹈打动了我，我相信也打动了在场和电视机前千千万万的观众朋友们，所以我要给你们一个大拇指，还要送上一朵红花。我个人觉得真的很好，我觉得跳的也非常好，感情也非常好，我特别真的希望春晚的舞台能为我们的留守儿童们开辟一扇大门，真的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机会给你们，希望这节目登上春晚。我想呢，你们的父母亲在外面辛苦的工作，他们的愿望是什么？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快乐成长，好好学习，所以我希望你们一定不要辜负父母对你们的期望，好吗？我给你们的不单单是对你们舞蹈的认可，也是对你们未来全家幸福的祝福。红花。好，谢谢。豆豆老师，我突然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啊，我看前面那个小朋友一直在流眼泪，我不希望在这舞台上看到他们在哭在难过，我想到舞台上和他们拥抱一下，希望他们以微笑告别我们今天，暂时告别我们的舞台，好不好？好的，我们都抱一抱吧，我们都抱着哭了，好可爱呀！绿泡泡评委上台要跟大家拥抱了，谢谢。艳红姐也上了，下面黄豆豆评委也来了。这边这个小朋友，哎呦，你别哭了啊，很好，很好，很好，跳得很好，跳得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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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张影啊，来来，好，谢谢，好。好，谢谢，祝贺你们离春晚又近了一步，谢谢。这是我要上春晚的栏目，对全国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关爱，孩子们，我们谢谢直播，高兴，谢谢。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欢迎登录 CNTV 我要上春晚官网。预测本期晋级选手谁将在春晚争霸赛中胜出，每期抽取的2000名幸运观众，他们将获得由国美在线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1等奖商务便携超级本电脑1台，同时年终将共抽取30位幸运观众，每人获赠由国美在线提供的价值1万元快乐网购体验现金券一份。有请下一组选手闪亮登场。那我们又见面了，我记得你们是不是来自新疆的差不多先生？对。是吗？是从新疆来的吗？是。哇，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们来自新疆他的舞团的差不多先生组合。豆豆哥，这确认是从新疆来的吗？真的，你们第几次来了这里？豆豆，我怎么感觉像是从原始丛林里出来的？从某个部落啊，非洲某个部落来的。哪个部落来的？你们是为今天的表演准备的，但他们应该是来自新疆的一支舞蹈的组合，而且他的实力是应该是比较强的。你们是第几次来到我要上春晚的舞台了？第三次。我据我所知，这里面还有一位，应该是我们著名的楼导的老师啊。啊，真的、啊？楼导是那个表演艺术家、话剧楼乃鸣导演。哇，他们能当导演的老师啊！真的，哦、我们视频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回顾一下。每天你教教我啊。你棉花糖同学。因为爵士也是我的所爱。哎呀，对了，楼导曾经在我们这舞台上演过。不要哪天，干嘛要哪天？不是，曾经在我们的台上演过。你看看，这可是你自个儿挖了一个坑，那你必须得自个儿跳下去。哇！刚才那个是楼导吗？对呀，我第一次见到楼导有这么疯狂的时刻。对呀，很端庄的一个导演，怎么这就疯狂了呢？疯狂的。哎呀，这样，刚才看了视频以后啊，这个我们大家都混乱了。现在请你们首先介绍一下你们自己，来，开始。我叫棒棒糖，因为我头大个子高，所以我叫棒棒糖。棒棒糖。我叫彩虹糖，因为我很喜欢彩色的东西，所以我叫彩虹糖。哦，彩虹糖。我叫棉花糖，因为我很软，所以大家都叫我棉花糖。刚刚就是他嘛。刚才是你吗，老师？对，就是他教那个楼导。我叫巧克力糖，因为我的皮肤很黑，所以我叫巧克力糖。哦。我叫跳跳糖，因为我很爱跳，而且我有好动症，所以我叫跳跳糖。啊，我看你站那挺正常的。对呀。没事。控制的啊，控制。那是这样，今天你们穿成这个，打扮成这样，是跟你们这支舞蹈有关系吗？是的。大概是一个什么风格的舞蹈？是街舞。街舞是吗？啊，名称叫《疯狂原始人》。疯狂原始人，那是一部电影啊。对，我看过一个动画片，啊，很好玩。哦，疯狂原始人，好。那我们就来献上你们的精彩表演。好，有请。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You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move it. First name Moto, last name Moto. Here's how you spell it, M-O-T-O. Wanna step in, all the girls want a photo. You know, hey, yo, Moto in the house. I'm a brother from the house, and you know what's going down. That's it. All right. And you don't need no makeup, original cute body makeup on model. And you don't need no makeup, original cute body makeup on model. Physically fit, woman. Physically fit, woman. I like to move and move it. I like to move and move it. I like to move and move it. We like to move it. I like to move and move it. She like to move and move it. We like to move and move it. We like to. 我想问一问，距离你们上一次来参加《我要上春晚》有多长时间了？应该有2年了。2年了，那这2年当中，你们都在忙些什么呢？我们学习跳舞两边倒。哦，学习和跳舞两者兼顾。在这2年当中，有没有取得过什么比较骄人的成绩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全国12街舞大赛拿过2次亚军、1次冠军的好成绩。哦，非常厉害，非常厉害。所以说他们这个表演，我刚才觉得。整个的这个风格的把握啊，反正我觉得是很舒服的，包括他们整个这个造型啊，这个感觉，我觉得很棒。我个人觉得啊，豆豆，我觉得他们真是跳得蛮好的。实际上是这样，当然对于我们艳红姐和绿泡泡2位来讲，你们是第一次看他们。对啊，很惊喜了。但是呢，从我来讲，我是已经是不只是第一次看你们的表演了，所以我除了你们这支舞蹈之外，我不知道你们个人的一个。水平在最近的1年多的时间里面有没有得到提高呢？有吗？有。我刚才这一支舞蹈很多就是你们5个人整齐的合作，能不能下面给我们再来一点点个人的展示的好不好？好，可以。好，来，我们下面有请你们差不多先生 solo。Buy it, easy, break it, fix it, trash it, trash it, trash it. Buy it, easy, break it, fix it, trash it, turn it, melt, upgrade it.你们5位堂喘过气来没有？下面我们要准备开始送花了，好吗？嗯。好，我们从艳红姐这边开始，好吗？这样啊，其实我还在纠结当中哎。疯狂原始人其实创意很好，我也很喜欢这个动画片，这创意也不错。但我个人觉得，春晚这个舞台，它有可能这个题材就没有那么的适合。所以我只是觉得题材上是不是可以考虑啊？再换一个题材，因为我觉得跳肯定没问题了。嗯，对，所以呢，我比较纠结。那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题材的原因，跟你们跳没有关系，所以这次我就暂时呢给你们一个小兰花，但希望你们很快能够调整一个更好的一个题材的作品来上春晚，好不好？好。所以呢，就是很抱歉，这次我个人呢只能给你们一个小兰花，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舞蹈实力，希望你们换一个题材，再次来到我要上春晚的舞台上。谢谢，请加油。其实针对这个节目来说，我是认可的，但是呢，刚才艳红姐也提到了，确实和这个春晚的这个整体的这种风格呀、氛围啊、喜庆的这种气氛啊，有可能我也想不好会不会很搭。但是呢，我觉得啊，因为他们确实跳得很棒，就这支舞蹈而言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值得鼓励。我这样吧，给你们一朵红花。谢谢。第一支舞蹈从街舞的创新和编排上来讲，如果这是一个街舞的舞蹈大赛，我一定会给你们高分。那么从艳红姐的角度来讲，我也同意她的观点，因为从春晚的角度来讲，我们更多的要强调的是一种春节是中国人的节日，是民族性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给一个小小的建议，你们把现在第一支舞蹈里面这种非洲的元素换成我们中国。比如说西南地区的佤族的野性的舞蹈，或者说蒙古族的这种野性的舞蹈，或者某一个少数民族的原始性的舞蹈的动力结合在街舞里面的话，那就有可能给中国的街舞，不仅仅是中国的少儿街舞啊，我只是给中国的街舞带来一种新的创新的方向。我觉得其实你们5个人这么小小的年纪，我相信你们是会做到的。所以我今天给你们一个建议，我更希望你们鼓足勇气去创作一个只属于你们自己的有中国元素的街舞作品，好吗？好的。所以我希望你们继续的坚持下去。我希望第4次再见到你们，加油！我给的是兰花。谢谢，谢谢，谢谢你们来到我要上春晚，谢谢。继续加油！继续加油！继续加油！我们在一起跳舞，我觉得很开心啊。还有些时候会一起玩呀，一起去文化课啊，反正就一起嘛。我之前只想上台，只要好好跳就行了，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下次会努力的。我们跳舞不是为了拿什么名次，我们跳舞就是为了自己要开心，而不是去图一个什么冠军啊什么的。主要是我们跳开心了，所以我觉得不可惜。我要上春晚，有实力不怕比。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家电零售领航企业国美电器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大型互动综艺栏目《我要上春晚》。每组晋级选手都将获得由国美在线提供的60寸 LED 3D 电视一台。恭喜3宝组合成功晋级春晚争霸赛。恭喜中山市体育路学校成功晋级春晚争霸赛。恭喜张曦超成功晋级春晚争霸赛。同时，他们将获得由国美在线提供的60寸 LED 3D 电视一台。我要上春晚，有请3位评审上台为晋级选手颁发春晚争霸赛入场券以及奖品和鲜花。我们尽情的唱响，我要上春晚，我们尽。